开屏的时候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它却总是很胆小，很害羞，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开屏。它的妈妈很担心它，并告诉它：孩子，如果你经常这样胆小腼腆，以后你可怎么办呀？不久之后，森林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选美比赛，许多动物都积极主动地去报名，都想通过比赛向别人展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。有美丽的小白兔，也有可爱的小牛，还有别的小动物。孔雀妈妈鼓励小孔雀也去参加比赛。我们孔雀开屏的时候是最美丽的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得过我们。孩子，你不要怕，大胆地去试试吧。可是小孔雀满脸害羞地躲到一边说：不行，妈妈，我害怕，那么多观众都看着我，还在高高的台子上比赛，我会出丑的。正在这时，之前无意中看见过小孔雀开屏的小猴子跑过来安慰他说：小孔雀，你就听你妈妈的话，去参加比赛吧，我看见过你开屏，真的非常漂亮，我敢打赌森林里没有谁比你更美丽了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。听了小猴子的话，小孔雀鼓起勇气去报了名。比赛那天，当小孔雀站到舞台上去的时候，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，小孔雀非常紧张，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双手开始发抖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但是一想到妈妈的话，想起了小猴子的鼓励，想到这是他克服胆小害羞的第一步，他决定勇敢地去面对。所以他坚定地把自己美丽的尾巴展开。